请问八号的答案是？程程先抢答，你说吧。你就往这看，你能看出啥来吗？我问你，俩人都空的是吧？真行啊，看我俩都是空格出这个是吧？行，真棒。最后一题啊，请问28号的答案是？我知道。你先说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我知道。你说，我听听。灭火器，正确。太厉害。好，这一题封神了。输了，咱们他们答得多。你俩上。陆白神州，记不记得神州和陆白？哇塞，白多，你以后叫陆白吧，你以后叫神州。我不他俩站这，我换换句来。太难了，这个真的很难。你别说，还真有点紧张。不会吧？请听题：1号腰带，2号音响，3号黑板，4号茶叶蛋，5号电热毯，6号美人鱼，7号。冰糖葫芦，8号开心果，9号报纸，10号三弹音乐，11号鹰钩鼻，12大眼瞪小眼，11号鹰钩鼻，12大眼瞪小眼，13面粉。14流口水，15弹簧，16豆腐脑，17黑丝袜，18向日葵，19胡椒粉，20牛郎织女，21小笼包，22桌球，23黑芝麻，24红领巾，25花菜，26猫头鹰，27火烧眉毛。太难了，这个。28围裙，29故宫，30蒲公英。时间到。平米。平米。哎，昨天晚上你干嘛来着？是老师他老师。没事，你别紧张。他俩这局巅峰对决，不提示啊！请听题，请问11号答案是？周深，鹰钩鼻。耶，坐下，都给我坐下。那个眼睛最小那个，别跟他站着。请问13号答案是？面粉。哎，周深先。面粉。我先按的。周深先亮的，确实是周深。请问26号答案是？猫头鹰。哎。周深，猫头鹰。请问，好，我们的，你先说吧，说吧。白鹿生气了，你说吧，生气了，赶紧的，你说吧，没钱，你说。行，我们不说了，你说。请问，28号答案是？不能提示，围裙。正确。14号答案是流口水。正确。Nice。10号答案是三
郑倩，请问。